几点了？压轴的模特还没到。韩雅岭，你要负所有的责任。是不是也该教训一下雅岭那个丫头？管好自己，因为是我女儿才宽待你，要不然你的实力啊早就被韩雅岭超过了。韩雅岭，像你这样的人居然也敢跟我比？这个是压轴的服装，为什么穿在大婶的身上？快点脱下来，没时间了。我去海轩哪里需要去偷穿那一件低俗的压轴服装？这一次的婚事我想我要重新考虑。要是我们史莱跟康浩没有办法结婚，我会活不下去。要是你想继续在这家店工作，你就要去让巨爱轩夫人回心转意。最佳恋人周一至周五晚间6点到8点，